那是咱们这个班的那个算是班主任吧，就是以后有什么临时的班主任，对，以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建议的话直接可以找欧娜去谈。另外呢还有咱们的服务人员还有周丹妮，大家好。还有我们的那个摄像师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共同的尽最大努力吧，为大家营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当然呢我想就是除了我们工作人员之外，为我们就是还是为我们培训做出贡献最大也是最辛苦就是我们的专家。然后让我们呢提前吧向所有将为我们讲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些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想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还有这个专家在内啊努力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大家来北京英普来学习的希望得到的期望呢是一致的，大家的期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呢让所有的人到北京英普来学习就要不枉北京英普一行。除了让大家得到预期收益的同时呢，还要让大家得到比预期收益更大更多和更好的回报。下面呢我就也不耽误大家太多的这个上课时间，就请咱们今天的第一位专家李辉炳老师是故宫博物院的著名的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了，给咱们上第一节课。本来今天去输液去的，因为有课，准备去。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吧，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开始要跟大家讲。昨天我这个备课的时候，我也想到，咱们这个活动呢是非常好的哈，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后面听得见吗？听得见啊，听得见，非常有意义。现在不用打了，现在今天不是主要防患症，今天我想主要是把一些问题给大家聊聊，还有咱们印发的那个材料，不知道大家拿到了没有？印发的这个提纲有了，还一个对，还一个陶瓷鉴定学与方法论，发了没有？发了吧。还一个宋代窑子的这个图，供大家参考的，还一个朝代的年代表，这是我经常，我感觉学生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我就把它，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作为我们专业的人来讲，应当有这个职责给大家宣传，给大家进行研究，这样有责任。所以我想呢，像这样的大家一起聚到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些中国瓷器鉴定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考虑咱们这个学习班呢主要是鉴定，是不是啊？我很了解大家的心情，很了解大家的心情。这个跟我们在大学的讲课不太一样，大学讲课不太一样。你大学的讲课嘛，几十个课时讲历史比较多啊，考证啊，这位先生什么意见呢、啊？那位先生什么意见呢、啊？怎么回事啊？啊，文献上怎么讲的了？讲那些玩意儿啊，也不能说不重要。我是在南开大学讲历史。讲带研究生的啊，带博士研究生的，那个是很需要，一般好几个课时讲了很多很多的，几十个课时。咱们的这个安排我大概是五天吧，安排我五天，要给大家把这个着重我想的还是鉴定问题，是不是啊？大家在座的这个，有的是大家都是搞收藏的啊，有的学习爱好者。最需要了解的嘛，用一些学生的话，你就开门见山，别谈那些那个什么，但他这个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对啊，别谈一定的这个多谈那些历史啊，觉得没需要。其实他的不对的地方是错误的理解这个鉴定，因为我是简单讲，这个我举个文学的例子啊，
文学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作品呢，它有个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吧？有个产生的，你看我们过去在大学校里读书读文章，也得先讲讲那个时代背景等等的哈。这个陶瓷的历史啊，还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啊。因为呢，瓷器我刚才讲了，它是历史的产物，对吧？文物嘛，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可以那么讲。云主席的一句话，但过去我们讲那个阶级成功论的啊，这个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嘛，就一个人呢、啊，你出生什么阶级就决定了你了。他当然讲学童论那不对了，对吧？在这我其实这个很知道。我印主席这句话，就是每一件瓷器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那么这就是咱们鉴定的一个基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时代，不了解这个历史，什么是一句话，什么时代产生什么瓷器，那么什么样的瓷器必然要归属于它的一个时代，对吧？这是以鉴定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我只讲还你就开门见山，什么特点就行了，什么有火烧红是真没火烧红，假的是胡说八道的事儿。哎呀，大家非常认真，什么有什么沙眼，有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讲的头头是道。其实那个都不是真假的，鉴定的依据。火烧红很简单，火烧红很简单，它就是翻了窑里以前的底下有潮湿，或者是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或者电饼啊是有带潮湿的地方，它要带水分。水分窑里一氧化就发红，就发了红色，所以火烧红很好造的。但一般你现在就做一个规律，好像有火烧红就真，没火烧红假，那就你就上大当，上大当。所以咱们往往有些同志，就是有些先生们呢，就一天到晚拿这个放大镜去照这个气泡。你想一想，这个窑气是千变万化的，它这个温度是千变万化，它的窑是千变万化，甚至一个窑里面出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同的。啊，窑味的不同，它气氛的不同，气氛的不同，它产生的特点就不同。这样子的话，就是讲那些东西，那实在是有点那个不科学，不科学，那个不太。我这个设计课程呢，是根据啊现在的形式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一个讲课的方法和他讲课的内容，完全是适合咱们这个训练班，也适合咱们这个训练班。短期几天的时间，也要得到一个概括的一个经验，也要有些收获。那你们回去就说你们很高兴而来，应当满意而归才对，对吧？不然的话呢，我就觉得就是我对不起大家啊，那浪费了大家的时间钱，那当然说也是一个事，但是也是不算大事。我觉得啊，你像我们来讲，我也不是为了挣钱，我也不是为了挣钱。我昨天考虑啊，我还昨天，因为我喜欢写字的啊，昨天我考虑考虑，我心情来了，我写了一副对联，待会儿我讲的时候把对联给你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个文物大国，历史最悠久啊，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是文明的古国之一，它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文物，历史的文物是大量的，非常丰富的啊。而且历史文物呢，也是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的一个见证。你说你中华民族有多少悠久的历史，多少文明历史，文明史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只能拿文物。是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见证，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优秀，这是这个悠久的历史，这个传统就是以这些文物来见证，来证明。所以文物的研究就非常重要，是吧？就牵扯到这个千秋万代嘛。所以我写了个对联啊，说昨天想到我就写了个对联，大家待会儿我给大家看看啊，字不一定很好。就是说我备课的时候，我想到我今天给大家说什么内容呢？讲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形势所迫啊，这个鉴定这个学科啊，我们国家没有把它建立起来，就是把鉴定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没有。你看啊，大学里有博物馆，有博物馆学系，所以承认。博物馆倒承认是学习，图书馆是学习学科，里面有
那个大学的有这个博物馆学系，你看南开大学它是黎智新里面有个博物馆学系啊，北京大学有考古学系，考古是西方的，就叫考古学，考古学文物鉴定学没有的。那今天讲课我随便跟大家聊的，但是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非常的有意思的啊。我们中国城不存在文物鉴定学，因此咱们那个中国出这个大百科全书啊，大家知道啊，我参加讨论大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就不承认文物是一门学科，文物鉴定是一门学科，因此那个没有那个卷，有考古学卷，后来有个博物馆学卷，但博物馆学卷比较单薄，就把文物就打上去了，就是文博卷是打上去的，博物馆学系是打上去的，它不承认是一种科学。因为我们的传统来讲的话呢，就过去就说鉴定啊，好像是一种什么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种技术或者一种经验，知道吧？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一种经验。三，古东山三年满师就行了，他是把这个东西鉴定的看得那么一个啊。因为一个经验的那么一个学徒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只我们说鉴定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鉴定，那时候这个孙运周先生、陈万里先生拿两件东西你看，你问他为什么这个定永乐，为什么那个定宣德，那你自己看吧，你看他怎么个不同，你看看。他不能言传，他不能说出道理，讲不出道理来。我们就是说这个瓷器的陶瓷鉴定也是这样子的，没有把它提到这么一个角度，因此呢没人去研究，没人去总结，因此谈不上呢理论化啊，而不能理论化，而长期停留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阶段。那么这样的开课那我来讲鉴定，要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就没得说了，那你就自己看得了，是吧？就自己看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自己看有条件的，你故宫他妈那么多文物，对不对？我是十几岁就在故宫啊，五二年就在故宫，到现在我71了，72了，你说几十年就搞得你了，那当然就进得多了。大家有这个机会吗？不可能，你们不可能了。像我们这样子的实践能鉴定这个东西，不可能，所以必须得有一个鉴定学科的研究，来把它归纳些理论化，那大家能掌握这个基本理论、基本的出发点，这个是非常有好处，非常有好处的。那过去我们在这个就是缺乏总结，也长期停留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这个阶段。那么现在这个形势，你看这个鉴定这个很需要中国的文物。我告诉大家，真假真真假假，鱼目混珠，长期存在，会长期存在下去。那这个情况就显得这个文物的鉴定啊，这个任务啊，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落在我们这个搞专业的人员的身上，而且在座的不管是收藏家是文物爱好者来讲，你们也有责任。你们学习我觉得不是为了，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如果提高了眼力，收藏的一些东西好的，对国家也有好处，是不是？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喜欢它，我有钱，我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呢它肩负着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个任务。我说话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对大家我非常尊敬，跟我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因为国家的这个文物的真假呀要长期存在，只能是提，不能用法律的手段也可以解决不了问题，或者哪个作假呀，我抓他或者怎么的啊，这个事情很现在没有办法搞出来。但关键问题的是提高眼力，如果我们大家都提高眼力，他没有市场了嘛，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情况会长期存在呢？都是人为的因素。你比如说人家请我们鉴定家到大陆家里去鉴定，
你一看呢，你能说直话吗？他说这是我父亲我爷爷就是把整个资产都买了，这种也有啊，连香港的这种都有的，把这个文物来传给儿子传给孙子，那么儿子孙子请你去看去，你说这东西都是假的，这个恐怕不好说，要不就你别去。你看我现在是这样的，我到处都不去，我为什么不去呢？就这个问题。我倒不是说不是非你说我这个人讲究这个学者的风度，讲究这个不能说假话，有些人就是这样。好，我不成，你既然你花钱你请我去了，你要我说，你说我不说实话，你这个我心里难受啊，对不对？你们私人搞鉴定也是这样的，跑到我说首先声明，你既然来找我，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对不对？我说把这个话首先来讲的，完了以后我这个意见供你参考，供你参考。我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一对夫妇，他跟我编了一个故事了，但是不是编了一个故事我就不知道啊。他说我这一堆一个汝窑的光汝窑的一个瓶子啊，哎呦那不得了啊，他是上海博物馆的某某某某，我现在不提名了，这是他编的，我想是编的，说是看了以后说是真的，说真的，说你拿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你请您先看一看，如果是真的你就不要随便处理了啊，你就卖给故宫博物院和是文物局啊，这个东西你不要随便处理。哎，那两口子就把这个东西拿来了，说头的时候上海博物馆某某某某都说了名字，我真的不便说看是真的，你看一看。我一看呢，我说你要我说实话，我说你这说实话了，说实话，我说你这是假的呀，我说我家里还有啊，跟你一样。哎，真的，我家里真是有这么个瓶子，跟他一样。哎，我说你那是假的，他说不可能，这是我爷爷他们祖传下来的，要我来给你们鉴定来看一看的。我说那是假的，我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两口子。后来呢，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编的不编的，大概过了三个月吧，东北人跟我打电话，李先生，他说你说是假的以后，我相信了你。结果把这个东西就包装的不好啊，走路上吧，拿回东北去路上啊，给脆了，就是把口给脆断了。他说我也狠狠的骂了我一顿，家里就闹得不和，搞了一顿，啊，搞那么一顿呢。后来他爷爷就拿到伦敦去了啊，就把这个东西拿到英国伦敦，不是很有名的这个测试啊，用科学的方法测试。他一测试结果是好的，是真的。那真的他爷爷就更火了，就是你看你们这找什么人看，本来就是这个经过这个测试是真的，你家人就把这个弄坏了，就是这两个青年人呢挨揍了是怎么的，他就说他跟我打电话，那个女的给我打哭哭啼啼还是，哎，三个月以后，哎，我听得也好，我说我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得告诉你意见做参考，我也没拦你打破，还说呢，我也没收你一分钱的鉴定费，对不对？我说我纯粹帮忙。你现在打电话来找我，啊，你说我能负什么责任呢？对吧？你也就这个事。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样的，你在伦敦花不是真的吗？你谁花要是真的，你就卖给他得了，你就卖给他。你发现在英国，你就真的你卖给他。如果国家发现你把国宝盗出去了。我说我来负责，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我来接手你这个东西是假的，你卖出去算了。后来他就把电话挂了，就发生过这个事情，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文物啊，将来我考虑啊，这个真真假假长期存在，有些博物馆整个博物馆都是假的，至少是很绝大部分是假的。你们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咱们在课堂里面说，不然有一个深圳的人搞不清楚啊。你甚至有宝玺亲子博物馆，宝玺亲子博物馆，而且修得很现代化。我是他的顾问，还挂到我的，据说啊，我不敢去啊，挂到我的像，请了我多少次我也不去。我知道我去以后没好下场，啊，没好下场，不是他受损失，就是我受损失，我没法说，所以我不去。我不去以后，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当然是这样的，他这个亲子里面就很多很多。
请了一些浙江的，我请了别的同志，那去以后都说是好的，那我更没法话，没法话我说了，所以我只好不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长期存在。还有些人家里的祖传买的瓷器传这个儿子传下来了，也出了不少书啊，这样子采取了各种办法和故宫博物院合办展览啊，或者什么什么的，都同时真假都出过书了，什么的，来说明他自己是真的。这种情况就很少人呢再出来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啊，这个东西有问题。所以真真假假、鱼目混珠啊，我们中国的文物恐怕会长期存在。那么要是要真正要改变这个状况啊，那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我们几个专业人员包括大家在内这一起都在内啊，这样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呢，说实话有的是家破人亡啊，我说的严重一点一点我还觉得不夸张。有一个老头相信自己的眼力，把老婆存的钱都用了，把儿子结婚的钱也用了，准备结婚的钱也用了，全部买的都是那些，我以我来说都是假的，屋里床底下柜子里满满的到处堆都是。老头子高兴得不得了，相信自己的眼力是对的，读了几本书也是这样的，看了几本书，这跟那一样，跟那一样，这个照片跟那一样，你让他讲道的有道，那么简单的照片一样就一样，那用不着了，对不对？结果那家里闹得这个样子，穷得要死了，现在没钱，孩子钱结婚也结不上，老婆也该闹离婚，不家破人亡，而他这个东西还没人要，他假东西还推不出去，还没人要，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这个鉴定这个事情应当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把它提到鉴定学的高度来讲，我提纲都发给你们了。鉴定学科就是说要总结，把过去的经验分析，把这一门学啊，就跟那个似的，要从小的要进行培养，啊，不简单，而牵扯到多方面的学问，而是综合性的一种学问，而是要成立这个大学的，要成立专业学科。你们是拿南开大学啊，我在南开大学是兼职教授，带他们博士生，我就对他们主任和他们校长都说，我说你那个系挂的是博物馆学系，学的是文物。你看我在那是教陶瓷，带陶瓷研究生，李学勤先生在那教统计，史书先生在那教书画，他都是这个学的是文物，但是他挂了个牌子非得挂博物馆。博物馆就是陈列博物馆的宣传的这一套技术，当然也我也不说它不是学问，但是总用不了多少时间来学习啊，他研究的还是文物。所以我跟他们系里就说，我说你们这个系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啊，挂羊头卖狗肉。但就是中国这个文物学，文物鉴定，它是一种学科，是一种科学，要提到一个文物学的这个高度来，学科大学里要成立专门学科，五年制的大学来学习，这样子才从小就要受这个熏陶，来培养这个真正的鉴定人才。它是一门非常广阔的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学科，我这个提纲里有的，一种综合性的学科。只有这样子的学习，才能真正培养一些好的人才，不是像我们过去所说的三轮学个图马个思就行了，还是停留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么一看就完事儿，这样。而现在我们国家现在在重视这个问题，好多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鉴定学的问题，我在这一方面写了很多文章，写了一些文章，就是最近的执行层上面也发表了一个陶瓷鉴定学一方法论，基本上是我给这个提纲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基本上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呢，我今天想着重跟大家解读这篇文章，为什么呢？我觉得对大家是会有好处的，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前不久呢，我在韩国这个汉城一个明治大学，他倒成立的鉴定学科，文物鉴定学，但他成立以前呢是两派，有些
教授就不同意，他说中国都没有一个文物鉴定学院学科的这个系的成立，你韩国先搞起来合适不合适，就是发生争论，发生争论的主张成立鉴定学科的，当然也有韩国的文化，因为韩国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特别是慈禧跟咱们慈禧关系非常的近，他们两派之间有些意见，后来呢同意成立鉴定学科的人呢就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就邀请我去讲了一次课，讲了一个礼拜吧。第一个问题，有些专家都在那，还不管有些教授都在那，两派意见嘛，来听你提出来一个问题：什么叫鉴定？什么叫鉴定学？你把这个鉴定和鉴定学究竟什么区别？那当时我就想了这个问题啊，因为鉴定我是这样讲啊，鉴定只是对某一件文物、对某一件东西进行一个判断。至于判断的对和不对，并不做出解答，并不跟你做出解答，这就是鉴定。你们这些请有人鉴定家伙什么的，宣德的就完了。为什么宣德只能一回一不能运转，对不对？讲不清道理，讲不清道理的。那么鉴定学的任务呢很简单，我就跟他们讲，我的鉴定就是对某件人物做出一种判断，究竟这个判断是对还是不对，并不做出回答。鉴定学的任务呢，就是解决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我判断它是宣德啊？为什么我判断是成化？为什么？要解决这三个字为什么的问题，它就牵扯到多门的学科来说明这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鉴定学，就是鉴定学。所以我想呢，我下面呢跟你们讲课啊，要我从下次讲吧，没讲课，我也问问你的，因为鉴定学才刚开始吧哈，从鉴定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那就是说为什么要讲出来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也可以是因为我们的一句俗话，就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是吧？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讲鉴定才有意思，那才是真正的讲到大家所要了解的这一方面。我尽量的在以后的课程里面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实物比较少，我用的幻灯片比较多，我发的课幻灯片比较多，这个真真假假对比啊，这为什么这样，我就跟大家这样讲。我想呢听过我的课以后会得到某些收获吧，得到某些启示，那就从我这个出发点，从鉴定学这个出发点来跟大家讲。所以我在韩国那个讲了以后呢，大家都非常满意，觉得这个解答，现在他们也的孩子这个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建立这个我们鉴定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那孩子的学生已经招生了，已经是这样。那么我们国家呢，文物局长期啊在这个扬州搞这个训练班，大家知道吧？扬州这个培训班花的钱呢，不知道花了多少，瘦小生威，瘦小生威。关键问题呢，就是没有这个鉴定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对它进行一些研究。讲课呢，还是讲这个历史那么一遍套，要讲鉴定学为什么你说不出来？就是我想鉴定学解决一个为什么，就是这个为什么就难得多，他没法讲。有些很有名的鉴定家，他也说不出道理来。就这么问题啊，是不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学习呢，也是要就是要听这个道理来，就是要听你说的为什么，对不对？是这个问题，不是要听你讲的方法的历史，是这个问题吧？对不对？所以我想呢，我这个因为我从事这个鉴定学的研究已经有好几年了，我想到过去的一些，把我小时候的一些笔记本呢、都放出来，为了这个给大家。在短期内的这种课程我讲了很多了，适合现在的形式解决这个鉴定问题，我先感觉到这个鉴定问题的重要性和它的必要性。那么现在讲了很多以后呢，大家有的学生就用我的这个话，又不署名又不署我的名，用得很乱。我就想着，因为写这个鉴定书啊，写出来以后我觉得是有副作用，不知道你们听不懂副作用。你别说
这个惩罚款怎么写是真的，怎么写是假的，那你要讲出这个道理来，你讲出这个道理，他就按照你这个地方去做去了。你比如说景德镇，曾经我写过一篇文章，就从惩罚款啊就可以鉴定成花瓷器的真伪，这篇文章。哎，我到景德镇去以后啊，他们都有那篇文章。怪事，有一个小伙子仿得相当好，他就按照我那个什么是真的，他写那个东西念了，念到现在就是现在高仿品都是他写，5000块一个字，大明成花脸字3万，我跟他吃过一顿饭。他非要请客，我说我请客，不，我真钱比你多，我一个字5000，我就是根据你这个来的。那个，我那有一个学生姓杨的，在景德镇，他是仿成化斗彩那个鸡缸杯，哎呀，那个做的相当好，做的一朵很好，还没烧呢。我去了以后，我到景德镇去都不接待，有学生就说出差了，都不接待，就这个学生接待了我。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你的买卖，我是提高我的眼力，我看你们房子的怎么样。他拿出一堆鸡缸杯来，还没烧呢，相当好。后来我想看看你，他们铺着的吧，我想看看你们。我这个手啊，重了一点，给捏破了一个。哎呀，当时我心里好悔啊！我说对不对？他本来就手很薄嘛，我手重了，拿不起来，一捏给捏破了，捏破了一个，他马上就脸红。因为发那么一个花很多钱，后来我就心里想，我是将来的大的拍卖行的可能要出鸡缸杯，后来不就鸡缸杯了吗？但是不是假我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故宫和台北故宫有，别的地方很少有出现这个东西，几千万什么多少钱的，恐怕很有问题，很有问题。从历史情况来讲，外面不可能有。那这个东西既然出现了，他们还那么大钱买了，就一写一个字就5000了啊！现在我那你请饭就好吗？你请我吃一顿饭，当聊了聊。那说明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是副作用比较大，所以我长期啊，把我所有的研究成果，就是啊，解决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不写。只是在大家这个会上说一说，用黄金那个教学的时候用，写出文章来就。但是呢，有些学生听了我这个都经常用，用的乱七八糟，有的也错了。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就是这个哈、啊，这是逼不得已写的这么一本书，《中国瓷器鉴定基础不能说》。这个呢，还是就是为了当前的形式，为了咱们这个回去办。我明天讲课基本上跟你这个内容来讲，基本上跟你这个内容来讲，这个来，我加了基础两个字，这是我的虚心啊，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加基础呢？据说啊，有些的同志看着这个基础两个字，哎，这个我早就具备了，这基础太不买，实际他并不理解，他并不理解。但这个还有一个目的，我写这个书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是。眼光都提高了，眼光都提高了，是不是像我当初想的那个样子？也不一定。那现在看来，大家买的书就买的后反应还很好，啊，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刚才我想的一些副作用这些情况。等会儿我只举这个成花款的例子了，哎，造型啊，这其他方面的一些例子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关键是，是真就是真，是假就是假，它还是有破绽的，还是有破绽的。所以还是有这个出这本书的这个必要。对于这个书呢，还写这个书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提到鉴定学的这个意识到这个鉴定的重要性和提高到学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法律的提纲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导师鉴定学与方法论，这个精神这个书里有，但是不是很明确。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呢也给大家印发了一下，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个书，那结合这个书呢，再把它在我讲课当中，你们再把它这个琢磨琢磨，我觉得很有好处，哪怕是一个礼拜的时间呢，这个书里的基本上你们我想啊能碰到的问题呢，因为它这个写法上不完全按你分段，
跟我这个讲课一样，不完全完全是分段的啊，它是从这个几个大的方面也教了一些方法，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它这些就说了差不多有五百个还真品的照片，那这些真品的照片都是故宫的，都是确凿可靠的。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呢，这个书本身就是假的，它图片也是假的，你这个就是麻烦了啊。有的人写这个鉴定书，我有的学生就问我，他说老师，你给我们提几本这个书，哪个最好书你给我提一下。我说我就很难说了，我只是跟他提供这么一条件，如果是博物馆的人写的你可以买，如果大学教授就是有名的教授也好写的，我说你可以不买。为什么？因为他大学教授很有名，他没有见过东西的，见东西的还是博物馆的人，这个不看东西这个东西。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训练班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除了从理论上从一些方法上教一些以外，还接触到一些实物去看一看，这是很要紧。因为历史刚才我讲的很重要，对鉴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不懂得历史就没法鉴定，因为瓷器是历史的潮流，它每一件瓷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对吧？你不懂得历史就没法鉴定，这应该是可以。但是观众的历史也不一定就等于了鉴定，因为什么呢？它有个实践性，有个实践性的。但一个是这个鉴定，它有个实践性。你比如我，并不是我这个能力有多高，因为我从小就在故宫，几十万件、多少万件东西我也看过，全国的窑我都跑过，大家知道吧？全国的窑啊，一个是陈万里，一个冯建民，那个就是我。我们三个人从解放初期就开始，到福建调查时，国民党推荐还在炸，那个时候我们在调查窑。这两万老头都死了，还现在就剩我一个，那就是历史造英雄，就是保卫该党，而不是你自己的人的人啊。我见的东西多，对不对？它就是个实践性，鉴定没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讲，就是这样，一个熟悉的过程。你比如说，咱俩是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你怎么化妆？你今天穿西装，你明天穿旗袍，我也能看出是你来，对吧？你我熟悉的你，甚至于呢，电话不用说，听声音呢没法说。你在楼上走道，我就知道是谁来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走道的脚步声都不一样的，你熟悉了他，他就能，你就提高了，就一样的。我们这个中国人看美欧美人都是长高鼻子挖眼睛，差不多，他们看我们也差不多。韩国越南他分不开，其实我们分得开。为什么呢？就是熟悉。我讲这个就举一些例子，就说明这个鉴定的它是个实践性的。你们唯一的问题就是缺乏实践，而且也这个实践是最困难的，你们办不到，特别是好的东西你们见不着，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今天咱们随便聊聊，我觉得也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故宫博物院那个陶瓷馆有一个保管员，天天打扫卫生，擦玻璃，看那个东西，他现在就成了一个鉴定家。我跟你说，这我说的是实话，很多人找我们这样的人我找不着啊，就拿着东西问他，他就一讲，你那个东西跟我那个，你那个假的跟我的不一样，他就有这么一个感应。他尽管不能说出道理，就只能因为不能言传，但是呢他天天跟那个真的打交道，他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所以那些人找他去呢，给他一点钱，他现在成了有名的那个鉴定家。人家都是他有客户，好多外面的专家我都不找，就找他，因为他见得多，就找他。他实在嫌弃不了，就有时候跑到我们办公室，你看这是什么呀？我给你搞他挣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实践性，大家知道一个实践性，实践性呢，那个鉴定呢，它是个实践知识，既要把它理论化，但是同时呢要有实践。我们每个人要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应该从这一方面突破，怎么样子提高自己的实践性啊？有机会去解读一些东西，这一个根本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科学发达了，好得多了。你过去我们见到好的东西用手画，连个照相机都没有，现在都是彩照，什么电脑照，什么数码相机，
跟真理差不多啊。这个对咱们鉴赏，我提了个意见啊，对你们那个能摸到很少的东西的人呢、啊，能见到这样一些好的照片、好的东西，也是一种实践啊，也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实践的。所以我建议你们呢，就是说提高实践是可以买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图录。你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啊，我跟你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图录，你故宫的藏瓷、上海博物馆的藏瓷，那都是硬邦邦的真东西。为什么我要举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保险了。真东西就你，我的觉得你就应当把它当成是天一样，不是你们看电影啊，看一遍过去，看过看一遍过去，看过就不用看了，那个。买的好图录，你就要细致的琢磨它，就临帖似的，临帖知道吧？写字啊，临帖似的，要把它那个精神状态，你状态把它吃进去，把它记在脑子里头，要临帖，反复的临，就是这个样子，反复的临。因为过去的瓷器，它那个造型纹饰是有规律的，规律性相当强。之所以我们成为鉴定家，就掌握了这个规律。你们要从这里头琢磨了它的规律以后，你再看别的东西以后，你一看呢就不顺眼了。尽管你还说不出很多道理来，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可靠，这个东西不可靠。到这个程度来说，那就已经是吧，有一定的水平了，有一定的水平。所以这个鉴定呢，它又是一个实践性，又是一个实践知识啊，就是实践知识。我们就是在你们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想办法实践？接触不到文物，能不能买一些好的？就是刚才我讲的，为什么我举文化大革命呢？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也是我们鉴定家里面经常考虑的一个时代界限。一般有人拿了东西来，哎呀，这是我家里的祖传，如何如何，是不是？我就心里想，我不听你的故事，我就想你是屁话，你哄我的。为什么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不把你的东西拿出去砸了，人家文化兵还抄你的呢。人家他不抄你，你自己一半夜你还偷偷的把它扔到井里去呢。你那个你还收藏的那么好的东西，不可能的呀！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太多了。你甚至几块大洋，你放在家里，人家也倒害怕人家抄出来说文化兵，红卫兵手里是资产阶级或者什么低俗阶级才有这个玩意儿，你在半夜里的还生怕人家看见了，把它扔到河里去，扔到井里去，很厉害。你还有这施救的那些玩意儿，还保留的多少祖宗传下来，不可能。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是一个界限，是一个时代的界限，建立真伪的界限。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市场经济的秘密在这样的作假的东西太多了，作假的东西太多了。原来呢，我们还是这样的，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一些情况。我在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他们那个我们那个叫继承传统啊，怎么把这个瓷器能继承传统的把它继承下来，国家国款给瓷厂做纺织品做，那我们叫继承传统啊，就是什么样子把过去的传统的工艺啊能把它做出来，还是国家国款。那个时候的国家国款的瓷厂大瓷区啊，它没有很好的去做，它也做不了，它做了一些东西呢就是似像是不像。那么做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是国家拿款嘛，要请我们这些专家去看呢，你看了你也只能说好啊，哎，房子很好，房子很好，实际上都不成，实际上不成，那房子不行。所以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现在也后悔。那篇文章也是在他们那也是很的，就是有三个字，一个是求形，求它的形状，一防它们有形象啊，求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呢，求色。色啊，就是颜色的色，它是要代表它的土质材料的，你要像。第一个是造型，要求它，你要仿它，一定要像。第二个求色，你的胎色和它的青花的颜色或者什么的彩的颜色要像。第三个问题要求神，因为它有那个神态，就古代的是一个神态。那么他们像那个技术那个很差的，那个时候嘛，它也不是蜡坯，它竹浆，你们竹浆你们懂吗？
就是压个拇指把这样子力道是这样的东西，古代都是拉皮，拉皮，拉皮就有那个神态。其实拉皮的工人呢，既是尺寸又是天平，拉就是拉出一千个来，大小一样，重量一样，不简单的。那玩一辈子就干这个事，所以他的做出来这个东西是非常活泼，非常这个东西。那你珠江就完蛋了，你珠江就完蛋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下，写出那么一篇文章，现在看来，都达到了，都达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是说有些害怕。现在建宁家有一个，有我在跟你讲了，我的建宁家有这么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就是说不怕把真看假，听懂吧？不怕把真看假，就怕把假看真。不然你懂不懂啊？啊，懂不懂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谢谢。什么时候休息啊？您开始办吧，您要累了的话就歇一会儿。哎呦，那看我累，我一会儿累了一会儿休息啊。今天李老师身体不太好，发烧了。对，今天我的身体是不太好，不过跟大家见面还是比较高兴的。你看我说话的嗓子后面都听得见，是不是听得见？这个，反正说的都是你看我的感觉的事。现在唯一的这个思想啊不对头，尽管真理很少，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万真有一件东西呢，对吧？这个叫维护，是这个建立家这个声誉，把假看真的多丢人，是不是？把真看假，反正也对自己没多大损失。啊，那是我看就是我这意见参考，谁有的建立家都有周延的时候，对吧？又没什么关系嘛，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作为一个建立家的一个行道里面一个主题思想的就很错误，就这种形式造成了这种局面，造成了这局面啊！不怕把真看假，就怕把假看真。甚至你拿了个东西，我就认定你是假的，占90%以上，那很主观。拿了以后再说，这个鉴定价往往我这讲的也恐怕你们体会不到。拿这个东西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看这个东西有问题，怎么再把它看好。如果这个东西看好了，一眼看好了，再怎么说你把它看假，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么个情况，这建立家往往你看着，反正是我看自己对不对是以此来作证，反正我也死了，以此来作证。但是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哎，我现在这个声誉这么高，我还是保持这个东西。如果我要承认这个东西是我看错了，哎呀，我看错了，那这建立就不承认了，就怕人家。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形势。形势所造成的，哎，这么个情况，所以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鉴定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昨天我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考虑到，不仅是我们搞专业的人，而且在座的人都应当是肩负着重要的任务。我觉得不能把你们这个事情都看成是个人行为。中国是个文物大国，文物多得不得了。咱们有钱买的看好的，把它收藏起来，不仅是对自己提高情操，或者是这样子，对国家、对整个民族，我觉得都是有利的，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为，我们这个班，我是觉得我应当有这个责任，很好的来给大家。交换一些意见，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这个时间的不足啊，所以我用的幻灯片比较多，啊，最后一部分是真真假假对比，我要讲出道理来，这样的话呢，对你们后来有好处。不过我讲课当中，往往有些同志有些着急，因为我前一部分是历史
啊，有的人但是历史，但我很熟，你讲什么你就别讲了，我还是这个思路，我讲历史也是为了鉴定，我不完全按照陶瓷讲，完全按陶瓷史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你5天的时间哪能够我讲的呀，是吧？不够的，对不对？主要是为了讲鉴定，但是你还没有真正懂得历史，我觉得你还真正懂得历史对于鉴定的重要性，那你不会有这个意见。但是我们这个班有个特点呢，就是学员之间呢，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嘛这方面摸得多一些，有的嘛可能刚入门，还是有的呢想入门等等的。我讲的有些人我知道的嘛，你看你不浪费时间，本来我就知道你很讲的，是吧？有的人想知道的嘛，我讲到了，哎，他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个意见分歧也是经常有的，经常有的。我还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啊，来跟大家把这个问题，按照这个情况来讲。基本内容就是根据这本书，根据这本书。然后这本书是20万字，我也不可能呢，这5天时间就按照完全按照这个书讲。我还是呢，列了个提纲，提纲的讲了几个问题。讲几个问题呢，我就想这样，我先把这个提纲啊，刚才都讲了，讲了那么多东西啊。我想还是有好处的，大家了解这个情况。下面呢，我就想呢，就把这个提纲都发了，是吧？根据这个提纲呢，我给大家捋一下，捋一下，捋完了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讲讲这个啊，今天的任务就是这样。可能有的太深听不懂，我估计有的啊，因为可能是各方面的水平低一点，你讲这个东西干嘛？跟今天没关系，他觉得。实际上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子再跟大家聊一聊。哎，他又没一个，他没一个时间给我。啊，时间。那咱们这样子吧，咱们稍息休息，我再把这个提纲给大家捋一捋，好吧？大家有的提纲了吧？有的提纲了。如果大家要是他们班上有这个书，如果大家买的话，最好我讲课以前你们帮他预习一下还更好。那讲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讲到，这个会更有收获啊，会更有收获。因为这个书嘛，也是为了咱们这种班呢，时间短，这个着重于鉴定，也收获大，是出于这么一个出发点来搞的，所以应当来说是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基本情况的，但是我讲课也不能完全按照这个讲，所以我现在提这个提纲，就是这个提纲嘛，大家都发到手里去了。发手里，我想简单的把它捋一下，捋一下以后呢，咱们下一次讲课就讲鉴定学和方法论啊，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些问题，因为咱们时间很短，我想还是主要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提示一下。能起到好的作用嘛？能起到好的作用。这个提纲呢，一共是几一个问题？等一下，这一共呢是讲六个问题啊。这个提纲呢是六个问题，也就实际上就是这本书，而且比这一本书还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把这个鉴定这个问题还没有意识到刚才我讲的这个思想，我讲这个思想。这个，哎，对了，我把那个对联给大家看看啊。昨天我备课以后，我讲这个思想，我就说你们，我从你们考虑，也不完全是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要是说是个人的行为，我也有点不同的看法啊。对国家有好处啊，而且你，我刚才说中国的文物真真假假要长期存在，你们既然现在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能力来学习。但一个是为了自己，也是说啊，为了自己或者如何，但同时也是为了国家，啊，因为中国的文物啊多，这个提高这个鉴赏能力啊，能把真假能分开，能收藏一些好的东西，哈，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过去咱们就牵扯到博物馆的人来，只有专业的人来搞，别人能不搞，所以我是对大家这个行为啊，我是非常赞赏啊，非常赞赏。啊，出钱到这来学习，花费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啊，来对待这个问题，对我们专业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事情嘛，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把我自己也觉得，我也不是为了来挣几个讲课费来给大家画那么大经典，我书页我看病我都不看了，我一向有几十个学生在那等着我呢，我都去看病去，不是对我自己是一个好处了，对吧？大夫说你不能误啊，误了个糟糕。我说那也没办法，只好如此。所以我昨天想到这个人生，我就写了对付对联，对付对联，我给大家看看啊。我也带来了，因为是昨天备课的时候写的。哟，很有意思，这牵扯到和咱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有关系的，今天这带来了。哎呀，字写的不好啊。啊，给大家看看，看看我这写的给大家。大家可以把这个句话记下来啊。啊。兼千秋，鉴的鉴定的鉴的，兼千秋正伟啊，千秋的正伟。下一年呢是这个，定万代保障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啊，千秋万代的事。所以想着呢，就来这么一个对联，这个定万代保障，这个是吧？下面呢，我想这样，我给就存在这个情况，也需要大家的来努力工作一辈子，对。啊，下面呢，我就想呢，把这个提纲呢简单的捋一下。实际上捋呢，也就是把我这几天给大家在一起研讨关于陶瓷鉴定的问题啊，这个我所要讲的内容啊。如果是大家有这个条件，还是最好是有这本书，你们啊。那我不是就说，因为这个照片呢是对的，500多个，而且是彩色照，也比较真实，也比较好的东西，不会是假的的。我当然注明是假的，是假的，因为有个真假对比，后面有个真假对比啊。这个没注明的都是好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临帖啊，很重要的一个材料。你临帖临错了个糟糕啊！我是临苏东坡的帖，我就知道是一看就是苏东坡的字，因为他老临啊，一看假的就不是，他就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很有好处，很有好处。这个啊，但是也不能按数讲，所以我大致的讲那么六个问题啊，也简单我把它捋一下。捋一下，我今天上午讲的，下午呢我就讲那个陶瓷鉴定学和方法论。嗯，这前言咱们就说过了啊，乱七八糟扯了一大堆，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有好处的。这个把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所思想上的感受啊，感受，跟大家什么捋了一捋啊，捋了一捋。这前言就算过去了，讲过了。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想我现在这五天当中讲这么六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要讲的呢，就中国瓷器的研究或者是鉴定这个状况，这个大家需要了解的。我觉得哈，你们现在开始学鉴定或者怎么的，也应当了解的。嗯，这里头呢，我把中国瓷器啊，把中国瓷器的研究和中国瓷器鉴定，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文献考证阶段啊，这个阶段呢在研究里当中都是文献到文献啊，这个没有这个和考古啊调查窑发生情况，在研究这个情况。因为像陈万里先生，他是和考古，因为西方的考古学运在陶瓷研究上，而不是呢专机关的那个文献的来回的带文献的做文章，就素材考古，不是素材考古，而是实地调查。你比如说什么是越窑，什么是龙泉窑，我就到龙泉到越窑去调查，捡着标本来就知道这个是吧，是什么越窑，是龙泉窑。这个工作呢那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在30年代以前就是文献到文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30年代以前有个代表作
因为有些同志学这个很注意，他说你介绍我们几本书吧。这个三十年代以前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有一部书你们看了以后就很省事了，那个就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中国陶瓷史》，它叫《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陶瓷史》，那个就是从文献到文献的一个代表作，啊，就是综合了一些文献材料啊，这么一部书。他称《中国陶瓷史》实际上呢是达不到陶瓷史这个水平，但这个书呢还是有些参考价值啊，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文献到文献考古发掘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考古和发掘阶段，这就是从三十年代以后，以陈万里先生这个为代表的，把考古学应用到陶瓷研究学上，调查窑址，我们调查窑址，这个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二个阶段当中，还是在第二个阶段当中，还没有这个现在这部这个陈万里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文章，就叫《瓷器与浙江》，他那个是这个是把瓷器和浙江亲自联系起来，取名叫《瓷器与浙江》，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在世界上的瓷学界都是很有名的，叫《瓷器与浙江》，就是陈万里现在这个代表作。这个我编了一本这个陈万里论文集，那个大家可能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那本书，那本书，这个情况，这是第二个阶段。现在我们还是遵循着这个阶段，就是经过窑址调查呀、墓葬发掘呀，来证明陶瓷史的一些问题，这还是第二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文献到文献的进步的多。这样，利用考古学来研究陶瓷，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就综合性的研究阶段，是这样。第二个阶段的代表就是《中国陶瓷史》，就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1982年出版那个，大家可能有的买到过，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那是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第一个阶段就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中国陶瓷史》，这个阶段性的东西。这样，那么现在就逐步的转入到第三个阶段，因为现在我们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叫做综合性的研究阶段，就是这个题目是综合性的研究阶段。那现在这个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啊，这研究了，包括鉴定上面。